香肠肉片在烤盘滋滋作响，配上海鲜，让人食指大动。一家大小中秋节团圆，忙着烤鸭烤，浓浓烤肉香扑鼻而来。就朋友啊，家人一起来烤肉啊，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这一群大大小小很多人，就会非常开心。大家凝聚一心，就是越烤越香啊。还有住户铺野餐垫，拿出露营椅又在吃烤肉，大朋友小朋友没事一口接着一口，不管是家人相聚还是三五好友就一起，大家都顾着眼前烤炉，嘴巴从没停过。我们邻居大家平常见不到面，大家可以在这边大家聚聚，然后一年一度非常开心。现在都提倡是无碳，所以我们都用韩式烧烤炉。一年一度桃园中壢中秋节传统活动万人封街烤肉17号傍晚重磅回归，民众密密麻麻挤满街道，月圆人团圆欢庆中秋节。我们这次预估呢，有超过5000人以上，那我们整凝聚我们整个18里的那个社区。热闹的烤肉大会不止亲友相聚赏月闲话家常，也让民众感受满满佳节气氛。华视新闻吴群元、林志纯、鲁西桃园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